好，今天做个恰白塔三明治，到底是柠檬味的橄榄油特别香。把面包切两半烘一下，它就会变得咔哧咔哧。面包一面到位了，就可以打鸡蛋了。这样时间刚好，他们可以一起出锅。如果你和我一样懒得翻面，就拍锅盖上场，焖一会儿就会得到脆脆的面包和太阳蛋了。来装盘，这个奶酪是香葱味的，我觉得超级好吃，比网红性格那款更好吃。大胆的多来点我的食量，你们应该已经有数了。现在轮到他的兄弟了，菜叶子永远不嫌多，嫩嫩的太阳蛋压上去，酸盐、黑胡椒、辣椒粉，我的调味三剑客。怎么可能只有奶酪呢？烟熏三文鱼这不就来了？这个搭配你们不去试试，我真的会哭。再堆点菜菜，开一罐茄子豆豆，我第一次尝试，正好菜叶子没味道，我又不想挤沙拉酱，蛋白质、膳食纤维齐活。来点树莓油修维生素 OK。 多喝热水。下次见了，顾得个拜。